师父，我等已查明那群夜蛭就躲在前方洞穴之中。这几只小小夜蛭能成什么气候？灵儿，此事就交由你去办，速去速回。谨遵师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那天天姐台服，那在明天2月17号要更新这个资料片的部分啊，《神魔降起》。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开《神魔至尊传》的章节，因为在入服的时候，我记得才开到第三章吧，开蛮慢的，想不到竟然要开了。那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角色部分。OK， 只有夏侯，贴着我夏侯宇跟方云齁。那OK， 那上官远可能应该会过几天才会有齁。可能要下礼拜或是下礼拜了。对，我在讲废话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《神魔至尊传》的部分。那然后台服这边好像没有放那个 PV 动画齁。不过我在前面会放给大家，已经放给大家看的啦。那个时候是在那个《神魔至尊传》，你点进去之后，这十字系《神魔至尊传》点进去，它就会跑那个动画出来的哈。那有玩过《神魔至尊传》的单机版的玩家们，在对照那个以前的那个片头，应该蛮有感触的吧？应该很感动吧？好，那手传要登场了，然后龟针它还没开呢，对啊，它还是没开龟针啊。OK， 第七章规则呢？你还是不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一直卡？好，再来是限时活动哦，商图风碎，那这个可以活到这个斯南币，然后墨镜小铺等等的哈、哦。好，再来是就是
之前啊、三连败一直在讲的哈，就是铁手夏侯仪啊，这边写魔化夏侯仪哈，跟这个方云哈，那这个方云在《神魔至尊传》里面就有出现过了哈，他就是韩无沙了哈，不是什么姐姐妹妹哈，哦，好不好？不过韩无沙是极品卡，然后方云却是绝品卡，也是蛮奇怪的啦。OK， 那技能部分呢，底下就有介绍可以。大家自己去看哦，然后方云的部分也是，那大师之前就已经在影片当中有讲过哈，自己再搜寻一下方云的技能介绍，好，跟魔化夏侯仪的技能介绍就可以看到啦。那方云的部分哈，最主要就是他可以他的天赋啦，就是主动击杀敌人后可以再行动哈，就是有点像冰里那个再行动。那夏侯仪的部分呢，主要是那个狂怒狂魔的状态啦，那。你只要自身如果处于狂魔状态哈，那他狂魔就会变成持续时间变永久，那它的效果就是范围绝学提升加一，那法攻提高10%到20%，好，这是最主要的部分哈。好，这是活动跟神魔至尊传手转，然后优化的部分我看一下哦，战斗都有上倍数了哦，终于太棒了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因为神魔至尊传一开之后，大家等级可以提升到65等了哈。然后这个也蛮重要，我已经可以到65等了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情报就到这边啦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